表演而已，其实希望落实在生活当中，落实在每一天当中，让我们的生活哈，就是是环保，然后呢可以爱地球，然后让我们的环保资源呢能够再用最大的力量来呈现，所以感谢大家对这个活动的支持，那也希望大家今天的活动呢能够玩得很快乐。这个 SOREUS 的活动哦，全台湾我们要走64场，今天是第30场。其实啊，我们每一场哦都没有这么大的场面哦，今天会有这么大的场面，真的要感谢我们主任，还要感谢我们的潘校长，楼下哦偷看彩排，我真的是吓到了。现在小朋友的水准真的这么高啊！学到更多的东西，所以不论结果如何，你们都要给自己打一个100分，好不好？好。哇，谢谢林老师。然后看见你们很有创意的 rap 跟充满活力的舞蹈，就真的好感动。然后相信你们一定花了很久的时间在练习。那最后不管成绩如何，相信你们在努力还有练习的过程中，一定是在心里为自己打100分。老师看你的努力，也觉得你们每一位都是100分。我非常的非常的感动跟意外，然后我第一次发现原来秀朗国小小朋友是会唱 rap 的，尤其是刚刚好几个什么 shiny 队啊、火龙队啊，甚至还有火大队，他们的整体造型都让我非常的
经验。然后，今天来到这里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是永和的国父纪念馆，所有小朋友跟我一起大声喊：国父纪念馆！不好的地方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因为我觉得你们真的都很棒，真的，你们要持续，因为跳舞可以让自己变得很有自信。刚才看了大家的表演以后，我真的很感动哦，因为哦，有的小朋友虽然哦很生涩，但是呢，他真的很尽心、很尽力，所以说妈妈跟我讲说，成长空间很大。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只是一个开始，我们借由这样的活动，希望把大家的潜能哦都刺激出来，把环保这样的活动哦带到生活的每一个地方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做环保，然后才可以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的自然，更加的美丽。那平常呢，我们在家里做这些花，其实呢都可以从我们垃圾桶里面找到很多很多的宝物。宝贝，把饼干开同乐